套的当愣子。现在我们到了就是茶山这边，妈妈呢把围腰给拴上，左的坤外，左的往走上来的那个，哎，也不坤啊，也不坤啊。现在我们到了这个茶山上了，我从家里面骑那个就是我的那个代步车啦，骑了30分钟，戴了一个帽子，我呢也有一个围裙，这个呢都是我妈妈自己用针一针一线的缝上去的。哎呀，这几天出太阳，这地下呢这个泥土呢也晒干了，我们呢也可以坐在地上摘了。同学，衣服你那衣服背了好多，我脱了背不下呀。我妈就是热了，她把那个衣服脱在后面，我一只手呢还拿不下来，把那个手机放了，两只手去拉的。现在中午了，太阳好晒呀、啊。嗯，看了一下，我都没有摘到多少。我爬了爬的都爬到这边了，这边这个刺好多啊，我手呢老是弄到。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手。这就是摘茶叶的手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就是我摘的茶叶，太少了。露一只脸还是？这个就是我今天。爬了9个小时，饿了9个小时，妈妈也累了。16元今天，妈妈就是我们经常说的，就是不来摘的话，就是1块钱，别人呢也不会凭空的给你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在生活中的点滴。